你信吗？尔湾的房价近四年翻了一倍，这里名人富豪聚集，怪不得润与金泰熙也都入住了尔湾。大家好，我是第三世界陈森迪，一位有20多年投资和房产置业经验的美国著作投资顾问和加州地产商。近日呢，南加的华人在网上晒出了在洛杉矶偶遇韩国巨星润和金泰熙一家四口的照片。今天森迪我呢就带大家揭秘这对明星夫妇的南加生活。润一家四口居住的社区呢位于尔湾的东北部，环境优越，交通便利，且戒备森严。据韩国电视台 TVN 报道，他们2019年就在该社区购买一套当时房价约为$2万美刀的豪宅。据 Redfin 的数据显示呢，截至2023年10月，该社区的房价中位数为150万美刀，比2019年增长了91%。四年的房价飙涨翻一番，看来瑞和金泰熙的房产投资眼光十分的独到。可除此以外呢，瑞和金泰熙为何要选在尔湾购房呢？不难猜，其一定是跟森迪我给客户推荐尔湾的理由一致，都被尔湾的环境优美、优质的学区和完善配套设施所吸引。首先呢，瑞一家四口居住的社区曾在2019年曾评为年度顶级社区。其次呢，社区周边配套设施齐全，娱乐方便，距离 Newport Beach 和 Laguna Beach 近20分的车程，为居民提供便捷的海滨休闲方式。想要买买买的朋友呢，还能去省县最受欢迎的购物场所之一尔湾的官府中心。读书方面呢，社区配套尔湾联合学区的小学到高中的优质学校，评分远超于加州学校平均水平，在加州公立学校中排名前5%。当然，附近也拥有许多顶级的私立学校，为孩子提供一流的教育环境。医疗方面，尔湾拥有知名的医院 Hoag Hospital 尔湾，以及连续21年被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评为美国最佳医院之一的，还有 UCI 的 Medical Center， 拥有如此多优质的条件，怪不得尔湾房价能在短期内迅速回升。即使在2008年的房市泡沫期间，尔湾的房价也非常稳定。去年9月，尔湾房价以14.2%的涨幅成为全美房价中位数涨幅最大地区，而达到了170万美刀的独栋别墅房价中位数，也让其成为加州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看完之后，很难不说一句，瑞克金泰熙果真是投资和生活两手抓的好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不妨来尔湾看看，说不定也能拥有完美人生。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房市在不断变化，跟着我紧跟房市趋势，你才会比人没有优势。我是第三世界陈森迪，我们下期再会。